还有大浪大浪。高雄钢琴队远景驾驶警艇出海救援落海民众，结果一个大浪打来，远景当场被抛飞，摔在甲板上。脚，我的脚。士兵要回去了，我的脚断了。远景被巨浪抛飞，重重跌落甲板，当场骨折脱臼，人还没救到，自己反而先被载回岸边。要冷冻要呼叫，麻烦叫一部救护车到队部里面去，有没有收到？14号上午7点多，高雄一名60多岁的吴姓妇人在晨泳时，疑似风浪太大，被大浪卷向外海溺水。钢琴总队中队长与巡佐立刻开警艇往海上救援，但开到中山大学海洋学院前时，因为海面受西南气流影响，大浪将近1层楼高，将两人摔落，造成中队长左脚踝骨折脱臼，黄姓巡佐则是左膝骨折，左手腕及右膝盖也都有挫伤。我的手也扭到了，哎呀。互相拉扯一下吧，只要苦中作乐了。两名港警出海救人，却出师未捷，人还没救到，自己反倒因为大浪摔倒，断腿送医。还好救援工作随后有人接手，但溺水妇人最后虽然被打捞上岸，却还是无力回天，不幸溺毙，让整场救援行动增添遗憾。记者梁家文、陈昭虎高雄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